这胡搞的一缸子人吧，这个就是他的护身符吗？那也太残酷了吧，是不是？要靠自己的实验能力，是不是？能够告诉你事实是正还是邪，那比较重要，对吧？那我问你啊，释迦牟尼佛的祖师是谁？哎呀，你讲那么崇高，你是释迦牟尼佛，又不能讲，又不能比喻。反过来问，这些问的善男善女，我们要讲的客气一点，是吧？他要因为几十年的宗教熏陶而得到提升到某种他满意的程度吗？我们不能说没有，问号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是一个乱世，五浊恶世。对的，在实际生活上可能是错的，是吧？他眼中也许以为觉得这个不知道从石头蹦出来的，那搞不好是对的。那怎么办呢？那谁说的算呢？谁说的都不算，自己做实验最正，是不是最准确？只能这样子吧，要不然怎么办呢？如果说他说你的主持是谁，我主持是 Frank G， 我乱帮打死了，是不是？人类的可悲，是不是？可悲在哪里？可悲在智慧不够，是不是？他只认识他们家佛堂上面的那个佛像，但他不认识天地间的真理，对吧？所以他在追逐着，你告诉我，你祖师，我这边那么多尊，你是哪一尊？赶快说清楚，免得误入歧途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也就比较谦虚一点，是吧？而不奢求你相信，但是我们有诚意邀请你实验，可以吧？这不是我们的讲法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能不能够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，是福分与否的问题。说穿了，说的严肃一点，你没那份福，你要接触，也是从你身边流过，怨不得人，对不对？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，他不知道超级生命密码的好吗？知道啊，但他为什么又离开超级生命密码？现实啊，什么现实？我活得好好的，我每天干嘛做心法？对不对？我活得好好的，我干嘛天天去讲爱与感恩？我在营救我的 life 都来不及了，我还天天搞你那一套，然后还搞什么礼拜三公休，太累了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啊，是不是？诸位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。你有没有智慧，在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的第一天，紧抓着不放，到未来一个阶段性任务完成的那一刹那，再说你有没有这个福分？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现今的时代里，不但是人类乱。灵界也乱，是吧？灵界以外其他的世界里也乱，是吧？所以你今天知道第一天人家跟你说要做心法，你知道好这个光的重要，第二天知道，第三天就忘，第四天你可能跟着就慢慢的淡了，第五天什么叫超级生命密码？问号，第六天根本跟你没关系。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现在不是只有你而已啊，懂我意思吗？现在不是只有你而已，在我们的空间场里面有无数的众生，懂吗？无数的众生，我问你啊，你看不见它不存在吗？它存在啊，但是它存在
是对是错，是正是邪，谁知道？问号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今天是不好的能量场集结在你旁边，你没有一个保护层，那怎么办？他可能就把你的那一层很薄弱的一层就给扒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突然觉得，哎呀，怎么搞的？突然没气了。原来觉得光明的，哎，怎么像突然觉得不光明？然后再来，你可能就跟这边越离越远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啊，有可能啊。佛与魔一线牵，幻化，幻化，不是哪一只单一单位的专利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幻化出来，你会不会因此就昏了？那就是每个人功力不一样，问号，是不是？如果一下昏了，就被这么一幻化，你就跟这个缘分就撒了那了，那你前面的努力值得吗？等到有一天你知道整个来龙去脉的时候，你会很怨的，我怎么那么不小心，对不对？捧着鸡蛋，捧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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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在你眼前就不见了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